发现一条中老的没话说的料子。你看猫配状态下，整个荧光真的是非常明显，高冰的一个中水，肉质也是非常紧凑。你看晶体跟晶体之间的颗粒感，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这个地方会有一点点小冰裂。这手白底青釉真的是含加料了，你看虽然说它中水没有特别冰透，但是上面的一个颜色画的是非常均匀的，而且已经化冰掉了，颜色刚刚好就在水路的地方最冰透的位置。这手开多少？开50万。一条10万。这条料子还在这，今年什么价？7000。去年开6000，今年开7000。那行情是一样的吗？现在料都不一样。后来没人给过价，去年3000也是我给的，别人能加早就加上去了吗？也是千嘛，就加800了，3800。那就问一下吧。总也一般嘛，上面还有带点黄的。可以了，给你了。爽了啊！手镯已经拿下来了，一起来看一下这条手镯。这条的种水虽然只是在一个高浓化，但是手镯的底妆是一个天空蓝，而且颜色并不淡，除了局部的晶体颗粒会粗一些，整体这条手镯的一个肉质都还是比较细的，再加上满圈蓝底跟一点点洒金的点缀，在市面上还是比较少的。这条咱们放一下，看看评论区有哪位合适的。这里有一个叫热心朝阳的，喜欢天空蓝，57圈口5000左右，那这条就给你了，现在给你拿去加工，走。Later， 等等，手镯已经修出来了，咱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。手镯通过加工后，整个底妆啊是比较细腻温和的，有种温润如玉的感觉。满圈的一个天空蓝，让人看上去也十分清爽。虽然是起雾后表面还会有一点点的小浮棉，但是我觉得搭配上它自身的一个蓝底，反倒给了这条手镯一种蓝天白云的意境感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满分制是10分，这条手镯你愿意给它打几分？在评论区打出来。